今天自主练习原本是3点到5点，结果公司突然叫我们改时间，变成5点到7点。然后我提早走，我都提早走了，结果我刚刚才到家。今天是万圣，因为是万圣节吗？是因为万圣节赛车吗？我发现我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35分，糟糕！然后我问我妈今天晚餐是什么，我等一下直播的时候吃。她说今天的晚餐就是没办法给你们看，就是可能就是不好看吧，对。所以她就帮我准备蛋糕跟饼干。可是我好想吃肉，哎哟，我妈只能先吃。いただきます。然后我连妆都没有补好，会有什么是不能看？就是可能。可能是昨天的东西吧。谢谢大家的礼物，对不起，我刚没看到。等一下哦，放在镜头左边收服满吗？啊，没关系啦，我今天只开1个小时。谢谢姑娘送热气球。好累哦。卢卡说还痛吗？痛啊，早上比较辛苦一点。谢谢姑娘的糖果，就是我手还是没办法，就是很用力的举手。谢谢送我，真的，谢谢送我特效，谢谢盛元的糖果罐。就是早上还没超过48小时嘛，那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痛，然后练一练，晚上自主练习的时候发现有好一点点，可是还是有点痛，不是完全不会痛了，这样还是会痛，这边会痛，我怎么都没事，就感觉有人偷吃我一下而已，这么好，我就有事，可是还好我没有超过38度以上的烧。对，上次睡完之后，隔天就没有再没有发烧，应该明天就会好，希望是。谢谢大家的麻花啊，对，我麻花的那个礼物已经换好了，结果我换成头款，然后我没看清楚。因为那个头款好像只能用1个月而已，不是永久的东西。好，我先吃东西。真的，可是我午餐吃超多。我今天午餐跟怡珍一起去吃炸牛排，很好吃，超好吃。晚安，大家晚安。Happy Halloween， 谢谢。皮肤有真的有变好，对，还好我第一天有那个发烧，第一天37.1，就是我上次开播的时候，隔天就完全没有，就只有手臂很酸而已。晚安，大家晚安。什么是炸牛排？就是炸猪排的牛排，炸猪排的那个猪变成牛肉。很好吃。晚安。好想吃晚餐。哪一家？市政府那一家。A1310楼的店名有点忘记了。还没吃过吗？很好吃，可以吃吃看。
只是有点贵。对啊，这是甜点呢，我没时间吃晚餐啦，哎呦，炸牛排都很深，还有，对，一开始是一分熟而已，然后我们桌子上有铁板，我们可以自己调整，你要，可以，对，可以自己调整熟度。我昨天才在 A13 七楼吃火锅，可惜没有遇到。但我今天没画口红，看起来好素。刚刚跳舞什么妆都全部都掉光光，没关系。而且关于不是好痛哦。还有这几天我的膀胱超级痛，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副作用有膀胱会痛吗？炸牛圆村，对对对对，没事。不是没事，没错没错。我也不知道哎，我一开始以为是水喝太多，结果我今天就没有喝很多，没有比前几天喝很多，但还是会很痛。我也不知道，可能要观察一下。如果明天还是会很痛的话，我去看医生。是不是上次的后遗症？有可能，因为那天喝太多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膀胱应该是这两天喝水太多副作用，有可能。应该是膀胱了，应该是。对，不像是大肠。也不像是子宫，对，应该是膀胱。一份要1.3张券 pass， 对呀、啊，很贵。我们点的时候就觉得哦，好贵。这几天我可能不会乱买甜点吧。我原本今天回家的时候买，现在 Seven 有卖，有一个冰淇淋，你们知道爽吗？对，提拉米苏口，提拉米苏口味吗？生巧克力口味的样子。我原本很想吃那个冰淇淋，可是想说我今天午餐不小心吃太好的，比较好的东西，所以就没有去买。有新口，就期限期間限定，期限限定。ルカちゃんの配信見ると明日から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頑張って。我只吃过香草的，对。现在甜甜圈有在这里是个299。啊，对啊，可是我们家应该不会吃到那么多。但我今天经过 Mr. Donuts 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宝可梦款呢，是不是结束了？对对，旗舰限定。然后那边的。那边的东西真的很好吃，连白饭都很好吃。我平常绝对不会，我平常吃饭都是只吃半碗白饭，可是因为太好吃，我就不小心点了两碗。可能坏了，等我一下哦。我刚刚说。算了吗？你去看虾皮不是？虽然虾皮，我这几天订了很多东西在虾皮，我刚刚也去领，我刚刚回家的路上也去领货。昨天晚上我在路上都看到装扮的人，对啊，可是今天好像没看到什么人。只看到很多人，不等31，没有等，因为我买的东西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不是很贵的东西。ただいま、おかえり。
那你敢断吗？谁敢断？你先去。哦，镜头贴，我买镜头贴跟转接头。我现在的手机是 Type C， 可是我以前用的都是安卓的那种，算是 Type B 吗？所以我要必须买转接头。谢谢送大家送盲花，31买其他东西，对，31买贵一点的东西呀、啊。31是运费变成免费，还是有些东西直接特价？是不是？镜头转接不是啊，不是，充电器的转接头。那你现在手机有耳机孔没有？哦，对，耳机口的转接头目前还没收到。31要来美沃手绘衣服了。Happy Halloween！ ビスケットで食べにくいんだよね、ズボンの時。五倍券我没办法领耶，我只有我妈，而且我妈也目前还不能拿到，她只有预约，嗯。对啊，换手机了，上次就已经有新手机。嗯嗯，因为我的居留证不是永久的，好像要永久有、嗯，好像只有永久居留证的人才可以换到五倍券，很可怜，我不能领，连申请都不行。换拿一台 ASUS 的 Flip 吧。雨怪晚安。唉，我的怪到了，我脑袋痛。你今天万圣节 cos 啊？抽筋。万圣节 cos 我的女神，我就觉得好好看。那早一天我们去结没事。怎么了？那如果还想拿永久的吗？我可以帮我的五倍券都换成握手券。我担心你。谢谢流浪的路人送我蛮花。小心！我今天跳好多次，好多次，好累哦。今天早上也有培训。下午也有自主练习，然后中间有5个小时的时间嘛，我就跟怡珍一起去吃炸牛排，然后后面我跟他一起去买香水，啊，应该说他要买香水，然后我就陪他。然后那边的店员超好的，送我超多那个试用品，哒哒，很可爱哦。对，而且都是不同味道，我觉得好香。又有试用品啊，对啊，你当时握手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会喷这个，我就不用特地去买香水。对啊，这一家的超贵的，我也有点吓到。我以前生日礼物的时候，有人送我这一家的，可是我都不知道这家的这么贵。露卡平常会用香水吗？不会。这就是我的体味。对，不会过期吗？不会，香水基本上不会。好像就算过期了，好像还是有味道。每一步都不同味道吗？有可能哦。那我一定要闻一下。那也算香味，对呀、啊。有家的体味也算是香味。握手会要大口呼吸。你们还戴口罩？可以呼吸吗？对啊，握手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布哎。如果你们拿，如果要加布的话，哪一天加布比较好？我目前是2月13号吗？13号的最后一步吗？
如果是第二部也是2月13号呢，你们会开心吗？哦，2月14哦那就变成刘家的个人握手会了会加在12本，我也是这么猜啦。对啦，只是我也不知道公司怎么安排，最好是加在2月14刚好可以约会，看得到卢卡都开心，我都没猜，有卢卡就好，当然开心，这样就去一天就好。哦，也对吼，也对吼，个人握手会最开心。什么想太多，什么意思？反正卢卡哪天再就去哪天。好的，我想要每天都有握手会，希望每天都有握手会，为你为你为你焦虑。我也想只去一天。对啊，对滴滴来说呢，我也不知道，单推我的可能就只想去一天，可是一天内能讲什么？感觉分两天比较好，第一天就是没有讲到的，第二天再讲。但感觉你还是可能加在第一天，有可能，我也不知道耶。一年就要365张。樱桃妈晚安。反正我已经两天都要去了，没差。谢谢大家的麻烦。反正楼下弟弟两天都会到，每天7秒是一年要10万。嗯哼，我现在是我的衣服超香的，就是这个香水店，以真买香水之后，他最后店员问我们要不要喷香水再离开，然后以真说不用，然后我说我要，我明明没有买。买的明明不是我，可是店员也帮我喷香水了，然后他帮我直接喷在那个衣服上面，开心，我现在是香香的，不想洗这个衣服，赚到了，对呀，万圣节快乐，喷香香再走。对，一开始很好笑的是，我跟怡真就是因为早上有培训，所以我们衣服就穿成这么很轻松，运动服啊。然后我们一进那个店，店员都不想理我们，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不会买，但是怡真是真的要买。对，所以后来就是店员也帮我们介绍味道啊什么的，还送我们试用品耶，超好。这件衣服可以握手会带去给大家闻吗？现在就可以闻了。他一定以为两个求学者。对呀、啊，对，虽然我也很少去那样的地方啊，可是我就穿这样，然后下面穿艾迪达，然后怡真穿普马，感觉就是都穿运动衣。对，有可能没钱的高中生，店员不知道多好，都是穿很随性。那画面真有趣，对呀、啊，等一阵只有铺嘛，对。这次他有买吗？看来店员没叫他买吗？有啊有啊，他是因为要买，所以才过去那边。我平常穿阿拉伯白什么白袍进去的时候，店员都马上围上来。哦，晚安。可是这个好像不是香水哦，这是润肤酸，好像可能洗完澡之后可以贴在皮肤，好期待哦！嘿嘿，cookie 呀，饼干真的在吃。润肤乳液吗？应该是吧，我有点看不懂。
怡珍送你那个牌子吗？不是不是不是，他怎么可能会送这个牌子呢？这一家真的很贵，我看价钱就觉得哦，好可怕、啊。可是我也好想要这一家呢，因为真的很香。你真的下播还要吃晚餐？对，如果香水都喷哪里？耳朵后面跟这边，先这样，然后这样。我不太会喷香水，是因为有原因，因为卡妈不喜欢香水的味道，她都会嫌弃我的味道，说你又喷香水了，超臭。那卡妈的鼻子比别人好很多，应该说敏感，比别人敏感一点，所以我在她面前就不敢用香水。可是你平常不是不用吗？对呀、啊，偶尔会想用吗？我也是女生。困江会讨厌香水，有些味道她不喜欢吧，像是什么橘子的味道啊、薄荷的味道，猫咪应该都不喜欢。可能只是没有找到卡妈喜欢的味道，嗯，有可能。韩妹也都不喷。我不知道欸，卡妹应该会喷吧。我是因为我跟我妈一起睡觉的关系。对，老鼠的味道，老鼠。我也觉得香水不太自然。我练柔道有个女生就会用，每次都闻到。对啊，看，对啊，但香水真的太浓，就我也不太喜欢。卢卡打完疫苗后有没有发烧？烧到 37.1 而已，不算发烧，对不对？而且只有就打的当天而已。我隔天啊、哦，不是，我当天睡觉，隔天早上已经没有再发烧，也不会头晕，只是手臂超痛。如果喜欢花香味还是果香？果香，一定是果香。花香有些味道我不喜欢。像是什么茉莉花啊什么的，茉莉花我不行，是不是反而臭臭的味道碰起来才会过来闻？他会来闻，可是不知道喜不喜欢。对，微香，自然的香味就蛮不错的。所以怡珍送臭了，怡珍送的是什么花香呢？这是茉莉吗？我一直以为这是樱花，怡珍送的茉莉花，感觉台湾的欧巴桑很喜欢，耶！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只是我妈她超级讨厌这个味道。有啊，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用。卢卡有闻过汗味加香水吗？很可怕的味道。我喷卡片的是果香，原来。那卢卡喜欢男生身上有香水吗？不要太浓就可以。虽然会觉得很香，可是闻不到男人的体味。听说女生喜欢上男生都是用那个用味道。听说女生都会排斥跟自己体味，跟自己很像的体味的人。卡妈喜欢什么味道？她就不喜欢，她就喜欢淡淡的味道吧。那如果觉得男人身上有别的女人香水味吗？这个不 OK， 这是绝对不 OK 的。礼拜六都订了一支香水哦，真的、哦。所以我从会前一天不能洗澡。不能这样哦，这是臭味，不是体味。这边一堆男生困惑，体味这种东西。就算你洗澡还是会有的。我那个星期都不洗的。不行，我不够臭怎么办？通常大家都闻不到自己的味道，但是别人的味道的话，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基准是自己的味道嘛，所以结果所有粉丝都是说不行，我不喜欢臭的人。
臭的不行。所以找小三要找跟正宫用同款香水，一排粉是臭臭的，不行啊！一定要好好洗澡，各位。到时候路卡整列都是臭味，不行。我前一步的时间先去松岩跑步，不是，真的不用特别跑步啊，真的不用。你什么都没做，还是会有味道的。刘家一定也有体味啊，只是自己闻就闻不到。你的意思是，其实我操作只是不知道，不是？哎呀，为什么都不知道？闻脖子跟手臂比较容易闻到。那如果我所谓要喷什么香水，你要准备同款香水喷再去闻。我应该会喷这两款其中一个，一个是英国里，然后一个是，这是牡丹吗？好像是红苹果什么的。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英国里的味道。之后去拿试用品，对，现在打卡好像可以拿耶，市政府 A13 那边，A13 吗？有点忘记，星光商业那边，就是打卡，然后把就是照片拍起来，然后 tag 那边，然后上在 IG 或是 FB 上传就可以拿到一个。然后我拿到两个是因为宜真买香水，就是店员就是多给我们送东西。对，英国梨跟那个小川蓝那个。找时间揪团打卡，赶快去了，应该我怕那个活动快要结束了。去两个试香我也有哦，真的啊，那两个试香，店员觉得困扰，一堆甜甜圈去打卡，可是你们去应该要买。就是在楼下，好像是一楼，不用特别去那个店。英国里，第一个英国里，有给男生的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吧，这一家的，我觉得这一家的都蛮中性的，主业团一个人买，其他人全部喷完再走。这牌子香水同事从英国帮我买回来，到现在还在我桌上。是不是在英国买比较便宜啊？台湾怎么那么……对啊，真的很贵。我也吓到，我看价钱就吓到。宜真，你确定要买这一家？他们连沐浴乳啊什么肥皂都很贵。你们买得起啦哟，你们一定可以的。买不下手，到台湾一定比较贵。上次宜真直播就在讨论了，哦，原来如此，难怪他今天说要去买，比香奈儿便宜一点而已。哦，那我们山穷水贵。怎么了？怎么了？石油团买得起，但是会少券哦。也对，可是还要问你，我买一笔香水运去日本赚钱。日本那边哦，你说把台湾的香水吗？我不知道日本那边，日本那边有自己的很多自己的香水，我不知道他很好的。最近石油涨价了，石油涨价表示你们有钱，对不对？买了会不知道要干嘛，自己用哦，也对啦。而且就算你喜欢那个味道，别人不一定会喜欢，对不对？所以买香水的时候蛮可怕的。对，有可能就算你们很喜欢那个味道，有家说哦，我不喜欢这个味道，你们怎么办？哦，对，换镜子了，换镜子，那就不要你丢掉，可是觉得好浪费哦。
我也一步一种先行。破掉的镜子给我妈用，只好送给其他成员。我们这边的风气是喜欢汽油味香。看了下价钱，我握手那天改去 Mr. Donuts 用糖酸来喷好了。不用，你们不用特别去喷香水，应该闻不到。除非是合照会，握手会应该真的闻不到。秀一晚安，甜甜圈涂巧克力酱就好。没事，巧克力酱我也喜欢。不该装装。哎，剩半个小时了，好快哟、哦！合照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可是应该不会是二月开吧？我也不知道。鏡可愛いねケーキ。そう、自分で貼ったの。可愛いでしょ。もともとこの柄だったんだけど、この柄がちょっと気に入らなくて自分で貼っちゃった。不用涂巧克力酱，谢谢。我已经买了一瓶跟 banana 的希尔散同款的，哪一家的？今天应该也没有要唱，唱还是唱一下好了啦。哟，不能一直不唱，已经不知道几个月，已经快一个礼拜没唱。对，然后怡珍今天要试香水的时候，他用了超多，几乎每个都闻。然后他说，就是喷的那个纸全部都给我。然后他说要不要塞在那个化妆，我的化妆包里面。然后我就真的塞了，结果我现在化妆包超级香，全部有，几乎全部都有。味道混在一起，太可怕了。但是握手会就会感觉在跟下的伞聊天，很多现在都是香水味，不行。有些味道我真的不行，对，会换味。哎呀，等等拿去丢吧，很复杂的味，对，就是这花香、果香什么都，酸酸的、甜甜的，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我们都不是戴口罩吗？然后香水第一个闻的就闻得很，就觉得可以判断哦，这个很香，这个不喜欢。可是后面闻一闻就不知道，是，对，可能味道真的混在一起吧。后面闻的我几乎没办法判断这个味道到底香不香。对，口罩会残留味道，没错。所以买香水真的很难。我忘记后来一针买哪一款的。如果有兴趣就问他吧。所以戴口罩没办法去买香水，就比较不好。比较不好，不好挑，跟吃东西一样，对。啊，对，还好我今天午餐吃超多，超饱。一阵也吃超饱哦，谢谢送我恋上你的味道 Level One， 谢谢送香水。吃完上一个，下一个就吃不出来了。谢谢提乌送我恋上你的味道 Level One， 谢谢，你敢懂？啊！话说有没有人买这一款香水？应该没有吧？听说有些粉丝会故意买跟偶像一样用的香水，然后喷在娃娃里。喷在娃娃或是他的照片啊什么的。有没有人真的会这样？那个
アイドルが使ってる香水と同じやつ買って、なんかぬいぐるみとかなんか写真とかにシュシュってやる人いるんだって。好像不错。我有这牌子，但是别的味道的，我没有闻过别的味道哎，好香吗？我只故意买一样的短裤，短裤啊、哦，泰国那个对不对？但你又没在用哦，对。可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觉得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会穿在房间。三鞋喷香水会变色哦，好像也对。喷在车上，废味香水应该好买，我拿来喷信。可是这个味道，我不知道男生喜不喜欢呢、欸。有些味道男生没办法接，有些花香我知道很多男生没办法接受，像是什么薰衣草啊，你们会喜欢薰衣草的味道吗？空气不好的时候喷，对。要闻到才知道，那一罐600我当芳香剂还 OK。薰衣草我很喜欢哦，真的吗？木头的香味哦。对啊，不太喜欢薰衣草，其实有些女生也不喜欢，真的要看人。凡兰喷雾，我一喷香水，我的空气清净剂就会一直叫，没有特别讨厌哪种味道。我自己有比较讨厌的味道，对，就是我爸以前用的香水。男生的香水都是木香调居多，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就是有一种男人味。我这个就觉得哦，我爸的味道。所以如果有个我的同学啊。如果有的同学跟我爸用同款的香水，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喜欢他。这样，对味道真的会影响。古龙水吗？我不知道哎。你爸以前用什么？以前用什么？应该是木香的哦。之前是北海道一个花园，在那边做的薰衣草的包，哦，超香的。古龙水吗？我也不知道哎。有一个香奈，应该是香奈儿的。我妈没有丢掉的话，应该有。可是有我在火车站常常会闻到那个，就是上班族会喷的香水味，就会闻就觉得哦那种，不会觉得好香。长辈用明星花露水。谢谢哥家送我邪恶南瓜，那要避开木头香，我觉得用一点点就好，应该不会到那么臭。同学不知道刚开始见面就被淘汰，对，那你们会喜欢上跟你妈妈一样、跟你阿嬷一样的味道的女生吗？妈妈应该还好，妈，阿嬷好了，对，就是。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虽然这个女生很可爱，可是味道跟我阿嬷一模一样。香奈儿的男香我觉得还好，对，可是香奈儿的男香也有分很多啊，微妙。我对我阿嬷什么味道没有印象。そうだからさ、私のそのあのお父さんが使ってた香水があるんだけど、それなんか男性からするといい匂いなのかな。でも私あんまりその匂い好きじゃなくて。だからなんかクラスで同じ匂いの香水つけてる人いると、あーもう無理だってなっちゃう。お父さん思い出すから。そう、お父さんと恋愛はできないから。でそれでなんか今ファンの人に、じゃああの自分のまあお母さんとかなんか親戚のおばさんの匂い、同じ匂いがする女の子好きになれるって。好像真的不会、对不对？虽然我爱我阿嬷，但是，对，不会爱上那种，不会恋爱的爱上，对不对？阿嬷真的太臭，我家人好像都没有用香水。跟阿嬷交往是什么感觉？
阿嬷喷香水的话不是香水味吗？我刚刚在想象 Luca 喷我阿嬷的香水跟我握手，那你这样会喜欢吗？还是会觉得刘家为什么有阿嬷的味道？对啊，不过有可能会触发恋母情节的人，对，所以我一定要用年轻人才会喷的香水。無香料を選んでしまいます。無香料の香水ってこと？如果ルカ阿嬷味我可以接受，ルカ当然都可以。我为什么要跟阿嬷握手？对呀，一定会这样觉得。我为什么要跟我爸爸握手？我为什么要跟我爸爸一样的味道的人交往？我阿嬷的用的香水是很刺鼻的那种，所以我也不习惯。如果可以试试看明星花露水，这样就有阿嬷味。才不要嘞！这样没有男生会喜欢我，因为我阿嬷只要出去玩，早上都会闻那种浓烈的香水。但有些人的香水味真的很浓，是喷太多吗？还是那个香水味就比较本来就比较浓，就算喷了一点点，还是有。向こうよりと香水ではないですね。確かに。可以其中一部打扮复古风就可以喷，可以喷。看起来复古就可以，味道不用复古。喷太多，明星花露水回家都用厕所发现。我查查看什么是明星花露水。皂盒的味道啊，有没有看过蜡笔小新的电影？有啦有啦，我没有闻过这个味道。说不定路上的阿嬷用这个香水，可是我们家人没有用这个，所以没有闻过。我爷爷、我奶奶也不会买，日本没有卖这个吧？通常香水都喷手腕，在摸别的地方。有人每个地方都有喷哦。小时候大扫厕所用的啊，小时候打扫厕所用的东西。所以就算外面卖这个明星花露水，就不要买就对了。可是蛮便宜的，189。所以现在有人真的会用这个吗？カメイちゃんは何系の香り？香水つけてんのかな？わかんない。多分つけてるとは思うけど、何の匂いかはわからないの。絶対見せてくれないの。ルカ想买了吗？会没有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而已。我家也只是不会喷身上，这个一般是喷在哪里？打扫的时候用的吗？啊，放厕所。但明星花露水有一个果胶的人听说拿来喝，这可以喝哦，很阿嬷的味道。可惜我们不能说这个，不用啦，这样我们公司就变成阿嬷味。哦，就香水，可是长得蛮可怕的，很像拜拜的时候用的那种。不是厕所方向机，现在不会有声音，以后说不定来复古化也说不定。我只喷过厕所 ，TP 变成阿嬷团。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大家都变成阿嬷。阿嬷被其他成员说你怎么有阿嬷味？不行啊，不行，我们香水真的要挑好。声音怎么变成那样？阿嬷的声音不是很低吗？我奶奶说她以前声音很高，可是变老了之后，她的声音就越来越变低，然后能唱的那个音域也越来越变，直接整个变低。我其实自己也有感觉到，我高中的时候的声音跟现在的声音是不一样。
如果有带阿公阿嬷的经验，可以啊，所以可以当队长。哦，原来，好可怕、哦！听说有绝对音感的年纪大的可能也会受啊，真的、哦、是？如果就是一直没有训练的话吗？还是年纪大是变成阿公阿嬷嘛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呢、欸。嗯，怎么自己感觉到的？我听我高中的时候唱的歌声，手机里面有，然后听了觉得，哎、欸，我的声音是这样吗？对，国中当然更不一样，国中就是听起来像小孩子的声音。不要啦，有那时候唱的不好听。只是声音蛮可爱的，嗯，对呀、啊，年轻人的声音是真的啊！谢谢，体悟送我能量话筒。年轻人的声音是真的是好听的，虽然这样讲有点欠揍，但是人就是年纪越大，声音会越来越难听。不能说难听的，嗯，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比较可以，年轻的时候比较好听。谢谢歌教授，是一个少女，瑞卡的声音就是好听，谢谢。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啊，25嘛，对，目前还可以，可能由30几岁、40几岁开始，嗯，应该我的声音应该不是这样。我唱歌都好听，听说过了一个年纪，听到的音跟年轻不一样。有人形容是突然变成诗吗？哦，谢谢盛源的熊抱，谢谢，好可爱呀、啊！嗯，可是我觉得富山雅治的声音越来越好听哦。男生的话可能对啊，越来越变，就算。对，还是要看人。对，男生声音变低，其实好像不错。对，你们知道那个吗？天使的声音有一个，那里给，不是澳洲，澳大利亚，呢。男生哪里会有烟酒声？我有胖虎唱歌技能，孤什么北野武的声音好听。奥地利，对，奥地利的 Win 合唱团，就是合唱团的，不是澳洲，对，奥地利。男生到底跟烟酒强不坏？好像是高中。国中到高中的时候，对不对？听说突然变很声音，整个变很低。女生是慢慢的变低。对，就是他们的，就是合唱团里面全部都是少年，还没变声期的少年。对，然后。就是他们开始变声期了之后，就没办法再唱歌了。然后被大家说，他们的声音就是跟天使一样，就是还没开始变声期的男生的歌声，就是跟天使，跟天使一样。国中的声音最难听，国中的声音啊、哦，为什么？你是不是很快就有变声期？天色，我的话很明显的，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一种，我的声音是不是有变了一点点？对，就跟我国小曾经是合唱团，现在就，对啊，现在以前那时候可以唱的东西，可能现在就已经唱。没办法唱，对不对？
啊，我说音域啦，音域，对，音高，变成后音高没那么高吗？啊，变声后音高就是没办法唱出来那种，都能点到小孩子的声音，该怎么讲呢？就是男生变声期之后就变成，就是有男人味，不算是天使的声音吧？对。以前教会是要变声教，让我想到欧洲有一个什么，那是什么歌手？卢卡的声音也是天使声音，谢谢。不要听美人鱼唱歌，小时候可以唱的歌，现在都完全唱不了。对，男生好像都是这样。卢卡晚安，拜拜哦，拜拜。我很爱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常常会唱那些男童的歌。现在也没人会想听我唱，我不唱歌了，没事，不知道。男生发育期会变鸭子叫，哈一晚安。对，男生发育期，男生通常，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声期？是不是这边一块东西就是突然会不可能这么大，就是听说会突然长。长了一颗，国中吧，国中，了解，就是让那个小男孩没有发育期，声音永远就不会变。哦，好可怕，下次不会那么惨。小六升国中啊，那蛮快的哎，你们国小有变声期，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发声跟喉菌哦，真的哦。不过不会那么秃，对呀、啊。可是你们一定比我的秃吧？可是听说，我是别人说，听说这边的比较秃的人声音比较低，然后身高比较高的人也声音比较低，矮的人声音比较高。这是真的吗？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就过了。对。哪个男孩子这边有突然有一颗，太胖就看不出来。对，我爸也是，我爸也完全看不出来那个秃，虽然他声音蛮低的。他给你确定吗？小时候唱歌好听的男孩子都会被说要把握现在的声音。对，像我就没喉结，太胖，我的声音很低耶，是。但是喉结很短，那你身高呢？身高，好想变成声音超低的人性感。对呀、啊，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声音很低的人蛮性感的，听起来的。对，谢谢 Legend 送我熊抱，谢谢。我觉得我的声音也偏低，我有点忘记你们的声音。太久没有听了，170哦，嗨，日常打招呼，这是什么东东？是不是直觉才可以用的什么贴图？对啊，你什么时候变成直觉的？会员专属啊，会员呢？哦，原来是会员，我第一次看那个贴图。这是什么黑人问号吗？想听吗？11点来听。他买了会员，他原本没有吗？有点忘记了。超恶剧。好，剩5分钟，我要唱歌了。我唱完这首就拜拜。我要去吃晚餐了。然后下一个话题，如果有话题就下次再聊。能量化妆。そう、私も夜ご飯まだ食べてないの。家8時半に今日の生配信する予定だったんだけど、8時40分に家着いちゃってさ。そう。ね、レッスンもあって今日ハロウィンだからね、長引いちゃったの。そう、もし時間あったら仮装してもよかったんだけどね。何の仮装するんだって話だけど。可以来做卢卡的衣服了。不用。レース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
心好累。可是有点忘记 那首歌叫什么。なんかね、夜遊びの静寂だっけ？なんて曲だっけ？次回でもいい。あ、本当？残杯贴图。我忘记歌名了。あ、群星だ。全然違った。あ、群星じゃん。群星じゃない、群星。好笑。对。忙しかったの今日まだご飯食べてないの夜ご飯だから終わったら食べに行く。あ、食べに行くじゃない食べる。え、为什么有我的照片？那个 GIF 需要过审核才能用吗？也不知道耶，这个就要问他了。下了我要举报啊！久々に歌う恥ずかしい。太久没有唱了，有点害羞。但我不要唱 KTV 版，我要跟他一起唱。啊，この曲もいきなり曲が始まるパターンだ。这首歌也没有前奏，就只是。一唱歌就开始音乐的那种 ，OK， 四分钟应该来得及。啊，いつものように過ぎる日々にあくびが出る。さんざめく夜越え今日も渋谷の街に朝が降るどこか虚しいようなそんな気持ちつまらないなでもそれでいいそんなもんさこれでいいしらしら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未来ふりしていても確かにそこにあるああ感じたままに描く自分で選んだその色で眠り空気まとう朝に訪れた青い世界好きなものを好きだという怖くて仕方ないけど本当の自分出会えた気がしたんだ怎么了？可以重来？什么意思？为什么？礼物音响怪的声音？怎么谁送我音？是那个吗？很会的那个吗？好好笑哦！难怪刚刚大家说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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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谁送我红包？谢谢提屋的红包，没关系，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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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指责他。对，没事，他按错而已。对，我重唱了，没事。那我调整一下麦克风，刚才一口有点太大。啊。いつもの愛あいつものようにいつものよう
像这样就可以，不要太大。嗯，嗯，还是有点大。過ぎる。好，来喽，重唱。いつものように過ぎる日々にあくびが出る。さんざめく夜公園上も渋谷の街に朝が降る。どこか虚しいようなそんな気持ちつまらないな。でもそれでいい、そんなもんさ、これでいい。知らず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見ないふりしていても確かにそこにある。あ、感じたままに描く自分で選んだその色で眠り空気まとう朝に訪れた青い世界。好きなものを好きだという怖くて仕方ないけど本当の自分出会えた気がしたんだ。谢谢你为了来电话筒，谢谢 Rebecca。ほどに遠くへ行く。思うようにいかない今日もまた慌ただしくもがいてる。悔しい気持ちをただ情けなくて涙が出る。踏み込むほど苦しくなる。痛くもなる。ああ、感じたままに進む自分で選んだこの道を思いまぶたこする夜にしがみついた青い誓い。好きなことを続けること、それは楽しいだけじゃない。本当にできる不安になるけど、ああ何枚でもほら何枚でも自信がないからやれてきたんだよ。ほら何回でも積み上げてきたことが向きになる。周りを見たって誰と比べたって僕にしかできないことはなんだ。今でも自信なんかない。それでも感じたことない気持ち知らずにいた思い、あの日踏み出して初めて感じたこの痛みも全部。好きなものと向き合うことで触れたまだ小さな光。大丈夫、行こう、あとは楽しむだけだ。ああ、全てをかけて描く自分にしか出せない色で朝も夜も走り続け見つけ出した青い光。好きなものと向き合うことも今だって怖いことだけど、もう今はあの日の透明な僕じゃない。ああ、ありのままのかけがえのない僕だ。知らず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ほら見ないふりしていても確かにそこに、今もそこにあるよ。知らず知らず隠してた本当の声を響かせてよ。さあ見ないふりしていても確かにそこに、君の中に。谢谢。刚刚的是 YOASOBI 的群雄群青。谢谢提问的人电话筒。好，今天就只有这首，谢谢你们。对，对，我今天玩这个小魔女哆瑞咪的扭蛋，很可爱。哎，好暴力。谢谢提问送我的熊宝，谢谢谢谢。对啊，等等感觉要吃饱，没错。
一定的。嘿，为什么没办法钻呢？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样。可是这样就150哎，蛮贵的。而且出现的不是我最想要的。卢卡万圣节快乐，快乐！这是小魔女哆啦 A 梦的玩具，我的童年啦。对，还可以整，还让你重唱八句哦，没关系啦，没关系。刚好第一次就是第二次，第一次可以当做开场。对，这个就丢吧。Happy Halloween！ 对，没事没事，大家大家没有真的没有。对你生气，我拿到特，我拿到礼物更，我拿到礼物很开心。对，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觉得抱歉。对，大家只是谢谢社员的黑金嘉年华，好酷哦！哎，这不是我现在用的那个吗？头宽，哎，头不是头宽，那个叫什么？页面用的，谢谢。我第一次看这个特效，你看多，谢谢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为什么卢卡有艳遇？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我按了就有，不是。我原本要，我原本想把我的头宽那边要换，结果发现我竟然有这个特效，所以就用一下。可是好像只到11月多。是要刚刚喷发的吗？半个火箭，哎、欸，谢谢青云送我戳戳你，你不买香水，然后送我礼物，谢谢提督送啾啾你，帅员挖到新的油田啊、哦，今天半价哦，原来如此，但还是很贵啊。好，谢谢你们，我要赶快去晚餐了，有点饿。今天好热闹，对呀，因为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等一下，好，排名应该固定了哈。谢谢提问的香槟，可以拿刚刚的礼物再去买一份炸牛排。炸牛排最便宜，等炸牛排定时最小的也要429。包含手续，哎、欸，那个包含服务费，但还是很好吃。帝王尊也半价，谁会送？谢谢米酒送我行李箱。谁敢哭酱？等一下，哭酱的头贴这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脸直接变成绿色？少爷，那个礼物可以请在场的一人一份。哎呀，谢谢谢谢。哎，是不是？我看一下小时版，我现在第三名了，是不是有红包？上次上的绿巨人卢卡超可爱的，还是我要换成无脸男那个？看你哪个觉得可爱，待会有红包呢，一样是那个吗？阳光吗？只有我是苹果，我太久没有看到那个苹果的账号。不是，我看一下啊，对，苹果苹果啊，青苹果也是对的。笑了，它是本身就是苹果，我是带苹果的。尤佳不是苹果，对的提屋，对，我上次做提屋的卡片到底放在哪里呢？卡片越来越多了，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会有点。谢谢谢谢，
田地主地也只有阳光鸭子。有还帮你做卡片，潜水的啊，潜水的样子。浙江谁拿青鱼？哦，玉安。微笑灿烂声的沙米酒。マギオ赤坂の花。よいしょ。听物理潜水，对。绿卡车真的很好看，谢谢。等我一下啊、哦！嘿咻！七八九十，过かな？上班来挂听，我是真的要签了。欸，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认识的粉丝。对，我通常就是关播后才会画画，帮你画画。今天的第十名，我看一下哦，对不起。好，今天的第十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九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八名是暖风阿德森，谢谢。第七名是陈纳森，谢谢陈纳森。第六名是千云，谢谢。第五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四名是 Kuja， 谢谢 Kuja。第三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二名是 Tiu， 谢谢 Tiu。第一名是千云，ありがとう。不是吧？我没去过现场哦，那就好。什么叫认识的粉丝？也有可能就是前阵子离开的粉丝，然后改名，然后改名了之后，对，我怕是这样。那不是的话没关系，不是的话 OK。那就好，没有了，那就表示你是真的签很久。大白金，山的人人都飘逸。谢谢。好，我去吃晚餐。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那个意思，有关。改神推，有可能哦，有可能。辛苦了，拜拜，卢卡你好，我是新来的哦。欢迎八蛋来看我的直播。原来是傲娇粉丝的部分。哎，是米的哥讲，搞不好是离开的那一个，有可能，有可能。但他说不是，那就不是。辛苦了，赶快吃晚餐吧。好，没问题的。他说不是就不是，那就不要想太多。刚刚那个是心爱的，一定是姓王。八蛋不是。八蛋不是，他不是许八蛋吗？这名字怪怪的哦，也说不定有七蛋、六蛋什么的。好，大家拜拜！我真的要吃晚餐了，不然很饿，饿到快不行。好了，拜拜拜拜拜拜，爱你们。今天虽然只开一个小时，下礼拜应该就是正常，每天一个半小时。下播后不什么，好险没被发现。哎呦，题目可以讲开玩笑，不错不错。还行，ありがとう。晚安，赶紧吃饱饱。卢卡，晚安，爱你，我也爱你，爱你们，爱你们，拜拜啦。哎，不对啊。等一下，今天的钻，我刚刚没注意看钻石贡献吧？今天
谢谢社员送我这么多，题目也很多。其他的就是四个三，就是四位数、三位数，他们两个是五位数，跟上次一样。感谢你们，爱你们，耶！好想念卢卡，对啊，你差点错过我的直播了。拜拜，没关系的，都是心意，对。不用觉得哦，你送很少，然后就难过，真的不行，不能这样。好的，爱你们。对啊，就算是一位数，我还是很开心。对啊。稳定输出中，不用难什么？不行哦，你这样不行。我都是送很少，还是很开心。不要，不是，就是我就算只有一位数，我还是开心。可是送了五位数，什么都不提，我觉得有点奇怪，对，对吗？还是要提一下。好了，我要去晚餐，对，吃晚餐，拜拜，爱你们，晚安，拜拜，我真的要关了，拜拜。